观众朋友大家好。遥远的巨星林青霞气质优雅，三月份难得现身台湾为经典电影复刻版宣传，不过她最近到大陆福建旅游又被民众拍到。完全零伪装，林青霞打扮十分休闲年轻，游客上前打招呼，她更转头微笑要求合照签名，也都来者不拒，作风相当亲民。您可以说是我电影生涯的里程碑，因为这座拍了100部戏，因为这部戏得了唯一的一个金马奖影后。林青霞以这部电影红遍大街小巷，吸引后定居香港。64岁林青霞脸颊变得比较有肉，但气质依旧。这次观光行程，林青霞表现一点都没有巨星架子，跟随导游了解当地历史文化，还与同行游客坐在一起泡茶聊天，散发的巨星气质依旧让人印象深刻。记者陈时烈、李玉涵大陆采访报道。